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入境事务处。我们一贯的精神和愿景由 I 开始 ，Indomitable， 坚守岗位 ；Impartial， 严正执法 ；Innovative， 创新科技 ；International， 国际视野 ；Inspirational， 承先启后。我们是入境事务处 Immigration Department。 入境事务处为香港尽心把关，纵横海陆空。拒绝不受欢迎人物入境，全方位阻截危害国家安全人士进出香港，为国家守卫南大门。近年增设多个新管制站，包括高铁西九龙、港珠澳大桥及香园围，不断升级管制站服务，令出入境服务更方便快捷。紧靠国家，联系全球。配合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工作，杜绝恐怖分子进入香港，防患于未然。运用尖端科技，识破伪证，阻截可疑人士入境。拘留等候遣返人士，全世界预备，要跟去，不遗余力打击与入境条例相关的罪行，警犬，放开，放开，维持社会安定。汇合创意科技，为市民提供最佳服务，令人人受惠。科技令保安更严密，同时融合艺术元素，一站式的服务理念，以人为本，贴心照顾每位市民。
入境处为港人连接世界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是市民的坚强后盾。开放的入境政策，引进世界各地人才，提升香港竞争力，优质服务，勇于创新，屡获殊荣，成就非凡香港。多年以来，昂首阔步，尽忠职守，传承使命，致力培育爱国爱港的精英团队，为国家，为香港繁荣稳定保驾护航，栽培新一代，坚守使命，守护香港，共创未来。我们是入境事务处。